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以色列考古学家最近宣布，发现距今1500年前的酿酒厂，规模相当于现代的一个足球场大小，估计每年可以生产约200万公升的葡萄酒。除了能满足当地的需求外，还能外销出口到其他国家。保存良好的石头墙面和设施，壮观地展示出古代酿酒厂的繁荣过往。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以南30公里的小镇亚夫内，博物管理局的考古学家团队经过2年的挖掘，出土了拜占庭时期的大型酿酒厂，占地约7000平方公尺，相当于现代的一个足球场，是该时期已知规模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基地。The big deal is the size of this complex, and also the fact that it's all clustered together to create one sort of whole unit. That's never been found in this kind of quantity or this kind of clusteredness, if that's a word. So the fact that we have all of this together in one place is what is the new aspect of this excavation. 从堆放葡萄的平台到脚踩区和葡萄汁收集槽，酿酒厂遗址清楚呈现规划良好的生产流程，甚至还有用于烧制陶土酒壶的窑炉。酿酒厂生产的是口味偏甜的蛋白葡萄酒，以临近出口港口命名，称为加萨和雅什基伦酒，每壶最多可装25公升。在当时，水经常受到污染，常见的葡萄酒因此成为老少咸宜的替代品。The Emperor Justin II, in his own wedding and coronation, ordered Gaza wine for the feast. So we know it was really high quality, and even the emperors demanded this wine for their own usage. 酿酒厂共有5个大型的葡萄酒压榨槽，生产的葡萄酒甚至外销到欧洲、北非和小亚细亚。欧洲各地都发现了这种酒的罐子，证明需求量很大。以色列当局计划未来将酿酒厂遗址作为旅游景点开放给民众参观。环保署曾统计，台湾2018年的保特瓶回收率达95%以上，然而却有一半都少了瓶盖。这些遗落的瓶盖很有可能成为海洋垃圾的一员，被忽略的瓶盖问题逐渐受到重视。去年南韩开始招募志工回收保特瓶瓶盖，升级做成盘子等物品。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罗西尼亚贫民窟，一个公益专案透过食物捐赠来鼓励塑胶瓶盖回收，利用回收的瓶盖制作滑板供孩童使用，期许在当地社区建立起一个良性的回收循环经济。It's made 100% from recycled plastic that is collected, recycled, and fabricated here in Hassan. 27岁的加拿大机械工程师雷耶加尼，在中共肺炎大流行前搬到了里约热内卢。他在罗尼西亚贫民窟发起专案，目的不是要盖一间滑板工厂，而是希望在这座被认为是里约最大、巴西最大，甚至号称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贫民窟里，打造一个回收事业的创新育成中心。Hosea produces 230 tons of garbage per day, and there's no recycling and waste management locally here that actually deals with this to prevent the issue. And that's what we want to do. Today we're working with plastic, but tomorrow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recycle paper, metal, glass, and beyond that, we want to b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kids here.To learn about it, to prevent the issue. 这里大部分的塑胶瓶盖是由罗尼西亚的居民回收拿来的。当地居民在贫民窟里建立了回收点，将瓶盖带到那里进行分离和清洁，然后交给该专案组织。每个滑板需要使用1.5公斤瓶盖，相当于500个瓶盖。首先将盖子压碎，然后融化，放入模具中，再送入工业烤箱烤熟。平均需要2小时才能完成一张滑板。Fico muito feliz de estar trabalhando com a reciclagem e através da reciclagem as tampinhas consigo levar para o Marcelo e o Marcelo consegue dar para o pessoal que consegue fazer brinquedo que dá faz doação para as crianças. 贫民窟每天制造230吨垃圾，但没有回收和废弃物管理机制。雷耶加尼也透过向当地年轻人和儿童教导回收再利用的重要性，提升下一代的环保意识，进而帮助社区。
荷兰一家非盈利性公司设计了一种清理海洋垃圾的设备，最近完成的最后一轮测试中，成功拖回近20,000磅塑料垃圾。这家海洋清洁公司计划在2040年前除去漂浮在海面上90%的垃圾。该公司设计了一个长达330英尺的巨大漏斗型拖网，随着船只的开动，可以兜住经过海面上的垃圾。今年8月将这个设备投入太平洋垃圾带测试效果。太平洋垃圾带位于东太平洋上，在美国的加州到夏威夷州之间，这里的洋面上漂浮着大量垃圾，成为一个巨型垃圾积聚地带。10月完成最后一轮测试，成功拖回了近20,000磅塑料垃圾。垃圾拖回来之后，他们将其中的塑料再利用，做成太阳眼镜，每副售价200美元。所得的收益用于扩展这个垃圾清理项目。公司计划投入10部这样的清理设备，在5年内可以清理太平洋垃圾带50%的垃圾。北马其顿的动物园最近有新成员亮相，而且需要睁大眼睛仔细看才会发现，因为这是只有手指左右大小的侏儒绒猴宝宝，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灵长类动物，平均重量不到100克。在动物园搭建的树枝上，可以看到体型超级迷你的绒猴在上面活动。仔细一看，有一只绒猴宝宝趴在绒猴妈妈的背上，它是斯科普里动物园的新成员。9月26日出生时，因为太小了，甚至无法在相机上看到。И тоа беше еден преубав шок за мене кога приметив дека на грбот на мајката има едно топче, односно главата на бебето мармазет. Тоа веќе има сега околу 3 недели, мислам. 绒猴妈妈就连怀孕也非常不明显。现在小绒猴比较大了，工作人员才放心公开宝宝的真面目。但还无法确定性别，也尚未取名。目前有拇指姑娘及飞两个名字在挑选。侏儒绒猴也叫做窝猴，身体平均长13厘米，身体约只有小孩手掌的大小。它们主要分布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等的雨林，通常是2到6只绒猴汇成一群，并以水果花蜜、蜡虫或其他昆虫为食物。警察常是英勇与保护的象征，在美国加州及维州各有一名英雄警察，从燃烧的汽车中救出驾驶，以及在失控爆冲的汽车撞上前救下同事，奋不顾身拯救生命的一举令人敬佩。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西市的101号高速公路上，路边一辆车发生火烧车意外，汽车前方红红火光，黑烟不断窜出，幸好救火车及时抵达，但当时驾驶还在车内。消防车内的摄影机拍到，在消防车尚未停稳前，一名路过的警察从前方跑来查看，接着顾不得危险，将已经昏厥的驾驶拖了出来，两人都平安无事。这名警察是不久前才结束培训课程的菜鸟警察佩德罗·加西亚。他受访时表示，当下脑子里想的是，我现在需要把他救出来，越快越好。当时车子已经越来越热，再过几秒钟驾驶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他毫不犹豫，冒着生命危险救人的英勇事迹受到圣何西警局赞许。而在维吉尼亚州盖特城的公路上，两名警察杰西卡·麦格劳和马修·斯图尔正在路边对交通事故进行调查。突然间，马修将杰西卡奋力往树丛里拉，霎时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失控撞向他们。多亏有警察马修的机警，除了他本人腿严重抽筋外，同事杰西卡和其他人都没有重大伤亡发生。纽西兰一所飞行学校的创办人弗里德曼最近驾驶电动飞机从纽西兰南岛布伦亨出发，降落在北岛威灵顿国际机场，成为史上首个以电动飞机飞越库克海峡的人。这可能是电动飞机在任何水域上飞行的最长距离，创造世界纪录。
这款飞机充满电需要一个小时，最长飞行时间也是一小时左右，主要是拿来当作教练机使用。而弗里德曼决定用它来完成纽国南北岛的78公里航程，过程中飞机高度保持在305公尺左右，并以较低时速130公里飞行，希望尽量减少电力的使用。在抵达威灵顿机场后，电力还剩下40%左右，几乎可以做到南北岛往返。这证明了电动飞机发展的技术比他想象的还要更好。威灵顿机场已经准备在5年后投入12架电动飞机负责短途航班。漫威迷们等了许久的第26部超级英雄电影《永恒族》终于上映。该片集结了安吉丽娜·裘丽等一线演员，在奥斯卡金奖导演赵婷的指导下，以史诗般的画面揭开了永恒族的神秘面纱。一起来看看。Returnals， 永恒族是被天神族创造出来的古老宇宙种族，他们可以长生不老且具有超能力。十位永恒族在7000年前来到地球，以保护人类不受邪恶变异族的侵害。但是他们被天神赋予指令，只能阻止变异族威胁，因此隐藏身份，从不介入地球的任何战事。在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事件之后，变异族被复活，因此这几个分别了好几个世纪的永恒族再次相聚，承担起保护人类与地球的责任。虽然听起来又是一部超级英雄动作大片，但是扮演永恒族精神领袖哈贾克的演员海耶克却认为这是一部关于爱的影片。 It's a love story. It's justseen not only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ut it explores different kinds of love. Love to duty, love to a planet, love to a family, the love between friends. Everything is about love and sacrifice. 影片中最引人关注的爱情故事，则是陈静扮演的瑟西与麦登扮演的伊卡利斯之间跨越数世纪分分合合的爱恋。That was the challenge of it. Like, how do you play a couple that have, you know, been there, done everything, been through everything together, really, but for some reason they keep getting drawn back to one another. 安吉丽娜·朱莉饰演的永恒族最强大的战士齐娜，与韩国名演员马东石饰演的最强壮永恒族吉尔加美慎，则为观众带来了不少精彩的动作场面。And there's something about a film that does.Think a lot about the earth and life and family and love, and so it feels very good to put this out right now and be able to share it globally. And 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更名为 Meta， 誓言打造元宇宙。专家普遍认为，脸书更名对抑制丑闻的效用不大。脸书公司日前宣布将公司名字改为元宇宙 Meta。标志公司未来将致力于打造像元宇宙一样的虚拟空间，使人们可以通过电脑等设备在这个虚拟空间工作、玩耍、彼此互动。Our mission remains the same, still about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From now on, we're going to be metaverse first, not Facebook first. 不过，对于元宇宙的概念，大众还是不甚了解。You know, i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for him to be get people to.Consumers and customers and audiences to get it, get what Meta means, get what a metaverse is. If I were to return, I would really just have to take a look and see what this new rebrand is, what it does, who's using it, and make my decision from there. 最近一个月来，美国政府加大对脸书的审查力度，因为吹哨人指控脸书受利益驱动，明知其社交媒体产品危害青少年健康，却没有做出任何改变。此外，脸书所使用的算法还被指会煽动分裂、加剧仇恨等。外界普遍认为，扎克伯格此时将企业改名是为了转移焦点。And even more difficult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hear about the future. They want to hear about what's going on right now and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To make your social media platform better. I mean, all the same people work there, and I imagine especially so at the top of the ladder, so it seems like the same company to me. Over time, I hope that we are seen as a metaverse company. 脸书改名也引发广大网友的恶搞，因为元宇宙的英文 Meta 与肉的英文单词 meat 发音相近。知名连锁汉堡店 Wendy's 便在推特上模仿脸书发文说，我们改名为肉，还有网友笑称这是肉宇宙的开端。
教宗方济各每周三都会在梵蒂冈举行公开接见活动，现场通常安静且庄严，但日前的活动却因为一名特别的小观众显得格外温馨。一名年约十岁的小男孩走上台接近教宗，拉起教宗双手跳来跳去，还一直指着教宗头上的小瓜帽想要一顶。10月20日，教宗方济各在保禄六世大厅公开接见活动中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当一旁的神职人员准备说话时，小男孩拉着他走向教宗，不断表达非常喜欢这顶小瓜帽，天真可爱的举动成了焦点。当下安全官员并未阻止，一旁的主教萨皮恩扎还起身将座位让出来给小男孩，不过小男孩坐不住，仍旧走来走去。最后，梵蒂冈职员拿了一顶赠送给小男孩，如愿以偿的他戴上帽子，与教宗挥挥手道别，脚步轻快地开心步下舞台。对此，教宗表示，小男孩有身心方面的障碍，其所做的一切都发自内心，感谢这孩子为大家上了一课，愿主在他的成长中帮助他克服这些局限。烧壳壳是台湾沿海地区流传久远的传统产业，早在17世纪荷兰时期就有记载，而以石壳养殖为主的金门古宁头就有一座全国最后走入历史的旧灰窑，可惜因为主人过世无人接管而任其荒废。接下来的新闻就跟着当地耆老带您一窥石壳传统产业及旧灰窑遗址的点滴。有400年历史的古宁头北山石刻田是传承金门精神的不朽象征。早期在金门，石刻从里到外都有经济价值，除了石刻肉能食用，壳壳烧成灰也能卖。古宁头这座以旧灰窑命名的公车亭记录了这段历史。那边还有灰啊？对啊，就在这边啊。这颓圮的矮房就是旧石刻窑遗址，房舍内杂草丛生，简易的木条，生锈的轮轴，承载着老一辈的智慧。点卡几根茶，那个煤炭这个撒给他经营了，这个点配了，都，那是一工啊两工，等下伊要冷却了后，他出以后，他太太去卖安尼啦。嘿呵，那个太太啊，硬咪咪，硬咪咪那个。如果水落，都翻，水哪能都车尾去淹的空空清，不那简单啊。不过这白花花的科灰，早期主要的用途令人意外。卡早是，我是惊观察暖去，乌乌的土有无？再灰倒落，用个咱的耙子甲白白好嚼，有无？甲灌水，灌水个等伊来要代死人啊。盛产石刻的古宁头曾有两座灰窑，科灰广泛作为建筑材料、家禽饲料、植物肥料和养殖场水质改善等用途。但随着灰窑停产荒废，石刻壳又开始到处堆积。牡蛎壳其实它是自然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反而废弃在那边，就有点浪费。那也是抱着对环境好的一个心态、一个想法，想说可以拿来利用，就拿来试看看。石壳壳往锅子中丢，加醋煮沸，打磨成粉，就成了创作吸水杯垫的绝佳材料。金门水事所邀请壳壳文创工作者指导如何制作居家小物，要激发民众对海洋废弃物再利用的灵感。来看到一个由废弃国小变身成为书店的转型故事，创校49年的基隆市太平国小，早期主要提供码头工人子弟就读，随着港需没落，人口外移，最后在2017年7月走入历史。在基隆市府努力下，太平国小以书店形式重生，希望这里能成为基隆文化提升的发动基地。看整个基隆的地图哦，是真的很漂亮，在地图很漂亮，整个景都看到。对啊，那个基隆山，那现在有点蒙蒙，那边是那个九份嘛？哦，九份，对。然后你看整个半个基隆180度，全部通通看得到，整个这个前山都看得到，整个山城啊。拥有绝佳的无敌视野，市长把这里称为典藏版的无敌基隆风景。这里过去是太平国小顶楼，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太平青鸟书店，一楼为书柜以及阅读区，二楼为人文讲座区，三楼以及顶楼为阅读与眺望平台。市长表示，书店的诞生就是希望延续学校传递知识的精神。那要来开书店，那不是市长疯了，就是那个开书店的人疯了。但
青鸟就是疯子，市长也是疯子，因为为了基隆的这个城市未来的理想，还有刚刚在讲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梦想，希望太平国小未来成为一个传递知识的一个地方，创造希望的地方，可以引进这么好的一个资源，而且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跟我们的山，其实我都觉得很开心。所以今天其实我是特别过来感受一下整个氛围。来到青鸟书店，除了可以坐下喝杯咖啡之外，这里还收藏许多有关基隆的文化书籍。基隆市你可以随处可见有400年来的许多炮台啊、古迹啊、遗址，还有很深度的历史在里面。那我们透过这个书店开启就是阅读想象的展开，所以你看你进到书店来，你可以读到很多基隆有关的书籍。我们想做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书店而已，也许可以办更大的阅读节，更多不同的活动，跟更多不同的设计师艺术家一起来创造，真的能够参与到基隆文化的改变。太平国小废校成为书店，这里也即将成为打卡热点，民众可以从基隆地标走到新辟的眺望平台，鸟瞰未曾发现典藏版的无敌基隆风景，挑战基隆无限之美。在温室早春葡萄的催芽时期，为了让葡萄顺利发芽，葡萄农换工来帮温室盖上透明帆布。同一时段也是芝麻采收时期，不过如果碰到下雨，为了不让芝麻受潮发芽，帮芝麻盖上特制防水布也成为乡村的另类景观。拿着木棒敲打晒过一个礼拜的芝麻，一颗颗黑色芝麻掉满地，这是芝麻采收时期常见的景象。农民说，若是天气好，一个礼拜敲打一次，大约三个礼拜就可以收成完毕。若是遇到下雨天，农民拿出自制防水布，将成捆的芝麻套起来，再大的雨也不怕。啊，你砍到布就是讲砍到，啊，后来他们去叫找找，他们夹水里皮安呢？黑芝麻真正的名字叫做胡麻，是一种热带植物。农民说，黑芝麻经过晒干后，豆荚会张开。若是遇到小雨渗水进去，不用怕，只要将芝麻梗立着晒，水就会顺着豆荚流出来。啊，这开嘴哦，水就该流出来。哦，要紧，袂使拍豆，这款就袂使拍豆，你拍豆了，等豆等水拢夹起来。镜头转到西湖地区的温室葡萄园，七个大男生爬上约一层楼高的温室，盖上一大片的透明塑胶布。农民说，若是天气变冷或是风势太强，会影响到葡萄的发芽，甚至花穗会冻伤。无风时盖一片大约10多分钟，若是风势太强，就会放风筝一样难以控制帆布，可能要花上30分钟才能完成。一吹来时，咱只塑胶布啊，风就白条的，吹的人怕手亏啊，力就大。盖帆布就是不要让那个芽受到影响，那发育比较正常。真正如果很低温的话，遇到强烈寒流还是会有影响，嘛是有影响。它的开花授粉会受影响。葡萄农庄国德说，一般来说气温高，大约23到25天会开花；气温若是降低，会延后到35到40天。运气不好碰到霸王寒流，开花期会延到45到60天开花。虽然农民都做好准备，但要是遇到极端天气，再好的设备也挡不住。大千世界陪您全家人一起长知识，合家欢找创意。我是雨昕，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